各位旅客，由赣州茅台机场起飞的 GS7523 次航班已经到达本机场，45分钟后将飞往北京二锅头机场，请将箱型旅客在所得值登机口登机，其他箱型旅客请在1573值登机口登机，谢谢。穷也对钱发誓，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，陪他吃三聚氨奶、明胶老酸奶、瘦肉精香肠、地沟油菜？不愿意。你是否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，为她买葛大米、双氧翅、铝馒头、纸腐竹，直至生命的尽头？不愿意。我以皮鞋之名宣布你们不能结为中国式夫妻，请两位把戒指还回来。我走了，以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。午饭在《烹调大全》第215页，晚饭在第317页。旅客们，由于二锅头机场酒精浓度过高，本次航班即将备降天津狗不理机场，谢谢您的合作。咱们的女儿才15岁，可她就已经找了男朋友。我和你阿姨都很喜欢你，你要是女婿可以顶半个儿子，我觉得半个不够，如果不介意可以当我们的干儿，到时候我女儿结婚，她孩子还能有个舅舅。我背上简单的行囊，闺女啊，你给爸爸说实话，哪怕是一些，你真的逢考必抄吗？这十几年来，我辛辛苦苦的逢考必抄，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我自己吗？还不是为了提高班级的均分，为了任课老师的面子，为了年级主任的评先评优，为了校长去教育局开会有面子扎台行，为了你们大人开心快乐，每次抄得心惊胆战，满身虚汗。我有说过一句怨言吗？无私到这个地步，我做的还不够吗？我背上简单的行囊，只需一阵清风，爱就会飞翔，哪怕是一线希望，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流浪，飘飘荡荡在你经过的路旁，飞过花丛，越过山岗，美丽的风景默默珍藏。当我累了，还有回忆弥漫着花香，匆匆忙忙奔向梦中的故乡，迎着晨曦，披着霞光，快乐的时光定格心上。当我倦了，还有力量播种下一个梦想。